哎嘛嘞，老板行嘛，钱大的，说的流利些，那老板那行嘛，要么我过边看，老板不行，不如钱大嘛喽，这样子啊。老板行喽，钱大了，我们白工比少，白吃嘛喂阿妹，白吃嘛养阿妹，不如养阿妹是要低的，年薪喽钱大。哎啦，我看人家听你的，老板都听。白工比谁有威亚没说嘛？对不？白人那么威亚没说嘞？对不？不如 promotion 那么来说嘞？对不？哎，你那边伢说嘛？西部说流行，看伢吧，看伢不老老板积极。什么伢？我看伢，强大我看伢，真的嘞？人那么听给不了吧嘞？哦，老板是嘛？强大嘛？老美嘿，老美，你看伢老板是嘛？强大那么好吧嘞？